很美哦，很美哦。
走，小方向。我想一分了，一、二、三。有胡须哥的话，我们就只要进口，我们会从这个巴西、肯亚跟比亚、印尼这几个国家进口咖啡豆。因为现在油棕的塑胶的价格比较高，所以马来西亚人全部能够变种油棕的塑胶了，然后再变种咖啡的改种油棕的塑胶了。对，现在就要进口了。这些都是新鲜咖啡豆，外国人叫做金金咖，这就是还没从美国的咖啡豆了。OK， 这台机器呢，我们是拿来烘焙咖啡豆的。我们是采用最原始的方法，就好像以前的牛奶咖啡，那放一个滚轴，放些木材一起火，转转转来烘焙那个咖啡豆。那大概需要烘焙十五到二十分钟，看它豆的大小粒。等到豆大一点，就直接用这个豆小粒，这样就煮的就好了。但是好的时候呢，煮好的时候呢，还发出爆声的。外国人呢，买这咖啡豆是磨粉，用热水来喝的。这边呢，这个咖啡豆很大，不过我们肯定最近从马来西亚的这个方向来一个步骤，就是炒糖。这两个大的锅来炒糖，你看我前面打包的糖呢，白糖、砂糖来炒，放些菜油，这样的锅呢就变成了锅，炒到那个糖变成糖浆。So long, you're losing soon.
像小梦一样纯粹，我们青春到明天，你要珍惜我此生，岁月不知人间，多少爱忧伤，爱不潇洒走一回，岁月不知人间，多少爱忧伤，爱不潇洒走你说那些华工，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了啊、哦，他所以他就来了，太平做革命的筹款、筹钱。这些账是我们捐给革命的嘛？我们虽然不懂什么大道理，可是我们知道，没有钱就不能革命。就算我们没有饭吃，这钱你也得收下。先讲，先讲。先讲。我们有见到这肯定不错，为什么我们这做戏的，给你们一个 idea 啦，怎样吗？So much